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来看回去。第一面，先翻开第一面，我们来重温回我们上个星期所学到的 The old house， 就是指呢，我们会学习到呢，在家里呢，我们会有哪些，就是好像睡房啊、书房啊、冲凉房。所以第一题，这一个是洗澡的位置，看到吗？有一个 shower head 的，它让我们洗澡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称为 bathroom， 冲凉房。那么第二呢？第二这个是有看到吗？有床、有枕头、有抱枕，让我们睡觉的，这个是 bedroom， 睡房。那么第三题，你注意看，有沙发，有电视机。就是说我们吃饱了之后呢，晚餐之后，我们一家人可以在这边呢一起看电视机，一起聊天这样子，这个就是客厅 living room， OK， 我们称为 living room。 那么第四题，这个呢是 hall， 我们称为走廊，是走廊， OK，就好像那个 hotel 这样子的，有没有还记得吗？那么第五题呢，这个是让我们吃饭的，我们吃晚餐、吃早餐、午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饭厅，饭厅我们称为 dining room， 我们称为 dining room，OK， 让我们吃饭的地方，大家一起吃饭，吃饱饭我们可以坐在那边聊天。可是我找不到。为什么会找不到呢？你找不到什么东西？你找不到什么东西？请问你找不到什么东西？那么呢，接下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张图片。第六张图片，注意看。第六张图片有那个饭锅，有那个洗手的，这个是妈妈煮饭的位置，这个呢我们称为 kitchen， 厨房 kitchen。 然后第七题，如果家里是双层排屋的话，就是两层楼，我们就会使用这一个来上楼的，这个我们称为 steps， 楼梯，楼梯。然后第八题呢，这个我们称为地下室， OK， 我们称为地下室，我们称为 cellar。 那么在我们这里的物质呢会比较少有地下室，国外的物质呢会比较多， OK， 这个我们称为地下室 cellar。所以呢，这些呢都是会出现在我们物质的，我们物质里面都会拥有这一些， OK。 所以你看啊，这一面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二面我们也是已经是完成了，对不对？那么第三面也是完成了，第四面、第五面、第六面、第七面，来，请翻开第七面。我们上个星期呢，我们只是做到左边的那个理解文，我们现在呢要讨论右边的，看到吗？有这个客厅里面呢有书包，桌子上这个小桌子，这个 coffee table 呢有茶杯的，请翻开这一页。大家准备好了吗？翻到了吗？你们的练习？
大家翻到了没有？翻到了。还有谁是还没有翻到的？如果好了，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还要你 look at the picture then answer the then ask and answer。我们要问了，看他会问什么？问了之后呢，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答案。在途中，OK，你看第一题，培文问他，Is there a coffee table？在那边呢，就是在客厅呢，是不是有一张，OK，小张的桌子，coffee table，有吗？Yes，有没有？请问有没有？有，就是在这个中间，对不对？在这个中间，所以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回答 yes。你注意看，你还没有写 yes 之前呢，来，全部只能先看先，看荧幕，来，配文问的是 is there，他用 is there 来问，所以当我们回答的时候呢？如果是有的话，我们说了 yes 之后，is there？我们要变成 there is。对了，对了，yes there is。我们要讲 yes there is。那么注意第二题。他问，他用的是 are there，让他拿，还是用 are there？所以 are there any toy trains？有没有 toy trains？请问，toy trains 呢，就是那个玩具火车，有玩具火车吗？没有，没有。所以没有的话，我们要讲 yes 还是 no。no？no？然后呢？我们要用 there 啊，没有的话，后面还有要加什么的？there are 什么？there are 而已吗？there are 后面我们要加，对了，我们要加一个 not 的，没有的东西，注意我们要加一个 not。那么写完了，你们一定要放句号。There are not。No, there are not。第三题，山地问，How many cups are there？就是在桌子上的那个 coffee table 那边有多少个小小个的那个杯子 cups，所以我们就来数看哦，你就看你的那个 coffee table，数一数有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八，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写成英文的时候呢，我们的八不可以写成数字的八，不可以。我们必须将这个八换成英文的 E I G H T eight。There are eight cards。你要讲出来，桌子上是什么东西？There are eight cards。那么写完了，请放句号。写完了要放句号。There are eight cups。
那么你注意看第四题，他让你学会问，OK，他让你学问，所以你注意看 Jason 的回答，他讲的是 There are two vases，有两个花瓶，在那边有两个花瓶，也就是他会问，在那边有多少个花瓶呢？在那边就是在这个客厅里。有多少个花瓶呢？所以我们就要看回去第三题。你看第三题，他问的时候，他用什么来问？你看回去第三题，我们要问有多少个花瓶的时候，我们要用 how many。How many？How many 两之后呢？你注意看，我们必须将这个 cups 换成花瓶，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花瓶。花瓶的英文，你注意看，Jason 这边已经有回答了，我们就跟着写。How many vases？那么你注意看，它的后面，看回去第三题，它的后面因为有很多个嘛，所以我们的后面要放 are that，跟着它一样，要用 are that，只是将中间的那个物品的名称换掉而已。那么由于呢，这一题是在问人家在那边，OK，在客厅里有多少个花瓶，我们的后面呢要放问号，要放问号。来，请填写下去第四题。来看第五题，请看第五题。There is，到底他会问什么呢？你注意看，他讲到 is 而已。is 是代表几个呢？is 呢是代表一个，是代表一个而已。所以我们看回去图片，上面有什么东西是一个而已？你看回去图片。书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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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包。对了，书包，书包。所以我们问，在那边是不是有一个书包呢？在那边，所以你注意看你的回答啊，你注意看你的回答，它用的是 there is。所以当我们要问的时候呢，我们要倒转。我们就要倒转，there is，我们就要变成 is there，在那边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称为二，is there a bed，这样子就可以了。
个哪的？后面还有一个。来，请将第五题填下去。Is that a bag？ 所以有那个书包，对不对？他的回答就是 Yes, that is。来检查看你们五题，这五题有没有写错字呢？没有。还没抄完过。OK， 老师会等你们。还有吗？那么现在快点写来，不要开麦讲话先。写好了吗？写好了，还没。谁还没好？还有谁还没好的？老师，我还有。你好了。好了。OK， 那么好了之后呢，来请看另外一面。来，来请看这一面。老师能放进后面一下吗？一下子不？为什么你还没好一腰？然后我整天抓到你了。每次老师要翻新的一面的时候，哈，你一定是还没好的。我在第三页。你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发呆？一腰？还是你没有动笔写？
老师，我好不好？什么好呢？来，全部来，请翻开后面一面。来，他要你 form sentences， 你要自己排。你看啊，第一个是 Mr. Wong， 所以你要自己看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还是第四题，代表着 Mr. Wong。Mr. Wong 有 Mr. 的呢，就是用在大人的王先生，所以第几题呢是大人的 Mr. 是用在男生，男生大人的第三题。对了，我们就要填在第三题，将他的名字填下去了之后删掉。你有注意看到这一个 is 吗？他这样子大大个的格呢，就是指每一个人都要放 is 给他，所以你填写了 Mr. Wong 之后，你就要放 is。 is 他正在做什么事情，你就要根据他所做的事情来找他是在 frying a fish, painting the gate, wiping the table 还是 taking a shower。 他是在做什么？ painting the gate。 对了，所以他在 painting the gate， 我们就将这个答案填在第三题 painting the gate 之后呢，删除你所写过的，除了这个 is 不可以删掉，因为 is 呢是大家可以 share 用的。所以现在来完成其余的三题，还有旁边 h 的自己 match 起来。现在来自己完成。那么呢，老师会写。老师 ，M R S。好，那我觉得这一面很容易。容易的话就自己做。来 ，frying a fish 呢，就是指在煎鱼。Taking a shower， 整个意思。老师，整个意思。老师，什么事情？老师 ，M R S 是你。啊？MRS 女生。好 ，MRS 女生 ，Mrs. 用在大人的女生。哦，谢谢。Taking a shower 是洗澡，整个意思是代表洗澡，可以把意思都填下去，然后自己完成。其余的三题还有旁边的位置 match 起来。那么你们在 match 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工作。你就要在这个图片的旁边写出来英文，这个是什么地方，我们称为什么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bathroom, 这一些你们自己填，不可以偷偷翻去前面看哦，要想一想之前我们有学过了，我们要怎么写，要写出来这个地方的名称。老师我们写后面那边没有位置不能写，那你就写在图片的上面还是图片里面？写在图片的上面，小小个一点哦，不然就写在图片的里面哦，也是可以的。什么东西？第三个的地方我不懂叫什么。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第三个我不懂。第三个是左边的第三个还是右边的第三个？画线呢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写的第三题我不是写给你了吗？我不会他的题画在那里。
哦，那个画线的对不对？那个画线的第三题，它是啊？那个画线的第三题，它是在看电视机，所以是在客厅。客厅我们称为。Living room， 老师，好，那么我们来看 F 的第一题，这个我们是称它为什么？ Mrs. Wong Ben Hock 还是 Lei Hong？ 有谁能够告诉我这一题左边的 F 的 F 部分，这个是？Miss Wong， 他正在做什么事情？煎一只鱼有没有？所以煎一只鱼，我们称为 frying a fish， 正在 frying a fish。有人乱打，我有看到。请问那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呢？请你不要在那个 chat 那边 send message， 请专心上课。那么第二题，这个小男生，我们要称他为什么 ？Ben Hock 还是 Lei Hong？哪一个才是男生的名字？ Ben Hock。 对了， Ben Hock。 所以我们要讲 Ben Hock is， 要写 is 啊，每一题都要有 is 啊。他正在做什么事情？你看图中他在洗澡对不对？所以洗澡是 wiping the table 还是 taking a shower？洗澡是 taking a shower。 taking a shower。
正在洗澡。所以也就是说，最后一题，这个小女生的名字呢是 Lei Hong。然后记得要放以啥，以是每一题都会出现的，你注意看，我们的以是每一题都会出现的，因为它上这样子大大个的格子，就是它可以给 Mr. Wong， 它也可以给 Mrs. Wong， 它也可以借给 Ben Hock， 它也可以借给 Lei Hong，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 is。 然后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工作是什么呢？Wiping the table， 来 check 看自己的第一题、第二题还有第四题的工作都填对吗？还有就是人物有没有放对？有，有的抄的，记得你们不要抄错哦。要检查自己的字，然后记得写完了，我们一定要放上句号。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来看 H 的，来，有谁能够告诉我第一题要连续第几张图呢？第一题正在睡觉，所以我们是在哪里睡觉的？房间。第几张？房间。第几张图是房间？房间。房间。我们要连续。第四张图有没有看到？所以睡房的英文我们称为什么呢？睡房的英文我们称为什么呢？有谁知道？刚才老师有跟你们 bedroom。 对了，怎么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那么刚才有一位小朋友告诉我说，老师你们的练习呢的旁边是没有位置写的，对不对？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 bedroom 呢填在这个图片里面，可以写在图片里面。那么老师就写在外面呢，它的字比较大个，你们看得比较清楚。那么第二题呢？第二题注意看，妈妈在做什么事情？切菜，要准备早餐、午餐、晚餐给你们。所以请问妈妈会在哪里准备呢？准备食物的。要联系第几张图片？第二题。第几张？第一个。第一张。第一个。第一张是哪里来的？这是哪里？这是我们家里的哪里？屋子里面的什么地方？这个被称为什么？厨房。对了。厨房。厨房。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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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chen， 厨房，我们称为 kitchen。 那么第三题，注意看第三题，爸爸呢坐着。老师那个图片我还没行呢。老师那个图片我还没行呢。那么第三，什么东西？所以我刚才讲了，写在图片里面。
写在图片的里面。老师写外面是比较大个，你们可以看得清楚。那么你们可以写在图片的里面，或者是图片的上面。第三题，我们看到爸爸坐着看电视机，观看那些电视节目，所以请问是在哪里呢？要连续第几张图片？有谁知道？最后一张。这个我们看戏的，我们吃饱饭的时候呢，午餐啊晚餐我们一家人都会聚在这边一起看戏，一边看戏一边聊天。这个是什么地方？家里的 哪一个地方？客厅。Yes， 客厅。来看这些 living room 写对吗？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第四题。请问第四题是哪里呢？这个小女生在做什么事情？她跌倒了，在洗澡。她在洗澡。所以我们是在哪里洗澡呢？自己冲凉房洗澡的，是第二张图片。所以请问冲凉房我们称为什么呢？对的， bathroom。 所以 bathroom 怎么 spell？ B-A-T-H-R-O-O-M bathroom， 冲凉房。所以也就是说这一题你看到吗？大家在那边享用美味的午餐晚餐，这个是哪里 room 连续第三题第三个图片，这个饭厅我们称为 dining room。 来检查一遍你们的答案是否正确。老师我还没好。 OK， 老师等你。老师我还没好。
好了，还有好谁还了。没好？大家都好了吗？还是还有谁还没好的？好了没有？还没有，要快点哦！怎么刚才你没有在写呢？老师要你们写，要自己画线的时候，你就要画线了啊！你不可以等到最后的时候你才来写的。好了没有，哈？好了，那么来，全部人请看另外一面，有没有看到这个 The Old House？嗯，来，现在开始，请完成这一面，自己尝试做。嗯，等其他小朋做完友。了，我完了，做完了。嗯。做完两做个，你完们可以了，稍微等一等。来，其他小朋友还没做的，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完成这一面，给老师5分钟之后，我就会和你们讨论。还有旁边这边 B 的，还有下面的，整面都要做。这整面都需要做。
来，我们一起来看。Complete the circle map based on the picture given。所以有谁来能够告诉我第一题是什么答案呢？第一题，注意看，桌子大大张的。我们会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吃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准备。Living 是 living 吗？是 living room 吗？不是，是什么？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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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来，注意看，有电视机的，有沙发的，所以这个是哪里？这个是让我们吃饱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一边坐着，一边看电视机，一边聊天的。请问这是哪里？这个我们称为什么？living room 对了，客厅，living room。Living room。那么注意看第三题，有床的，让我们睡觉的，我们称它为睡房。所以，请问睡房叫什么？对了，bedroom。bedroom。那么第四题呢？第四题，注意看。有那个洗澡的，有一个浴缸 bathtub 的，这个我们称为什么呢？Bathroom，Bathroom，这个是 bathroom。对了，bathroom，这个我们称为 bathroom。那么最后一题呢？有这个 gas 的，妈妈在一边煮饭煮菜的，这个我们称为厨房。厨房是对了，kitchen。Kitchen。来检查自己的这五题是否正确呢？检查好了吗？那么我们来好看。的。好的。我们来看第一个，它让你 fill in the blank with the correct answer，所以我们有 what 呢是代表什么？where 人家这是什么？where 是指哪里？哪里？我们一定是问地方。How many？我们是问多少？水是多少？好像。你利用多少个小时来完成你的功课？这边有多少本书本？这样子，多少？我们问数量，
会比较多。所以第一题是 Do you live？live 是住的地方，住，你一定是问人家你住哪里，你不懂他住在什么大曼，所以我们要问，要用 what、where 还是 how many 呢？有谁知道答案？老师有那么胆子？有，老老师有师看有到那了，么胆子？来，先回答老师答案先。对了，我们要用 Where？Where？Where？where do you live？第二题，rooms are there in your house？就是他问你，你的家里面有多少间房间？How many? 对了，我们要用 How many? how many？第二题，Do you find in the living room？就是他问你，你在客厅，你找到什么？找到哪里？还是找到多少呢？找到东西就是你找到什么，所以是 What do you find in the living room？伟翔、Albinus 还有燕冰，你们不要再发信息了哦。再发多一次，我就会 remove 你们。你们就没有得在老师的 class 了。然后第四题，stairs are there to the cellar？有多少个阶梯？就是你通往地下室。你通往地下室，你要走几步？你要走几格的楼梯？几格的阶梯？所以我们要用 how？对了，how many How many？How many？stairs？那么第五题，hours a week do you watch TV？就是指一个星期，你用多久，多少个小时来观看电视节目？所以我们要问人家，你要用多久，多少个小时？同样的，我们也是要用 how many hours a week do you watch TV？
来检查自己的这五题是否正确呢？那么好了之后呢，来我们来看下面的 choose and circle。来，这个小女生不小心跌倒了，她说 how，所以当你冲过来的时候，你会跟她说 no way，还是 here I am，我来了，我来了，哪一个呢？No way，no way 是指不可以。我来了，我来了，我来救你了。那么第二题呢？他的朋友说：“Wow, it's a nice house。哇，你的家好美呀、啊。”所以还会讲：“对了，Thank you, let's go in。careful 的意思就是小心。”来检查你们这一面的答案。好了吗？那么好，谁还没好这一面？易阳，你好了没有？那么还有谁还没好？好了，如果大家都好了，我来好请了，翻开，请翻开这一面。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理解文。来，请一起来看这个理解文。I am you read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follow. OK, I live in a bungalow. Bungalow 的意思呢，就是独立洋房。OK，就是很大很大很大间的屋子。The house is big and spacious. Spacious 呢，可以想去是很宽又大。又宽。Hans，你有没有在写？老师，刚我听到那家，什么东西？老师，刚我听到那才家，我听到那家，然后，刚才我听到那家，刚才那面我就没有做到。你自己有刚没有才做？那面我就没有做到。刚才老师教你们做的时候，你做了没有？你讲太快了，我跟不上。不是，刚才我教你你们讲自己太先尝快试了，做我的时跟候，不你有没有上。做呢？你有 try，你做了，对不对？OK。我做了，我听了一 OK。半，老 OK，所公以你你需要就检查，讨对论。吗？讨论的时候就累掉。那么等下呢？等下老师教完了，老师再让你看回好不好？老师再让你检查。OK，现在我们先 continue 这一面先。那么等下我会跳回去刚才那一面，然后我让你检查哦。那么现在，那么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一面。所以他讲他的家呢又大又很宽，所以我们来接下去看。
There are four bedrooms. 有四间的睡房。Two living rooms. 两个客厅。A dining room. 一个饭厅。Three bathrooms. 有三间的那个冲凉房。A study room. 还有一间书房。And a kitchen. 一个厨房。那么呢，除了以上他说的，他还有一个个，你注意看他后面的句子，他有说 That's a lovely garden too. 还有一个花园，一个大花园。I help my mother to keep the house clean and tidy. 我帮我的妈妈呢，将这间屋子整理得干净又整齐。有没有看到这个 tidy？ 来，自己画线，拉出来，在旁边写整齐，将他的意思填写上去。他会没有位置，所以你要自己像老师一样画线拉出来，在旁边的空位呢写上怀疑的意思。Tidy 是代表整齐。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写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看。I watch TV and play the piano in the living room. 我在呢，客厅呢，观看电视，还有弹钢琴。I study and play computer games in the study room. 那么我会在书房做什么事情？读书 ，study 就是在那边读书，还有就是里面有电脑，对不对？所以偶尔空闲的时间，我会玩一玩 computer games。I learn to bake cakes in the kitchen。那么我在厨房呢学习烘焙。I sleep and rest on my little bed in the bedroom。那么在睡房我就睡，还有休息。Rest 的意思呢，来这个 rest 填写下去，休息。爸爸，爸爸。I like my house. So you 注意看它的下面
是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有四题，来，现在呢，你们先尝试自己完成，从上面找答案。那么多一些，老师会和你们讨论哦，你们先尝试做看，要自己 try 做先，之后呢，我会再和你们讨论答案。有四题，要从上面找答案，要从理解文找答案。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题，他问你 ，Which is the writer house？ 哪一间呢？是这个作者所住的家？是 A、B 还是 C 呢？你注意看第一句，他有说 ，I live in a bungalow。所以请问呢，哪一个是 bungalow 的？图片 A B 还是 C？
正确的答案呢是 B 才对。Bungalow 是这样子，大大减了 B。第二题 ，When do you find these things? Fill in the correct letter. 所以我们有 living room、bedroom 跟 study room。所以请问 TV 是在哪里？ TV 在哪里出现？ A 对了，在 living room。所以在 living room 这边。我们要填写大大个的 A。Computer 呢？你看回去上面第几句？第二旁边。第五句，有没有看到这个？第二旁边。看上面的第五句，有没有看到 computer？Computer 是在 study room。Computer 是在 study room，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 B 填在 study room。 小航，请 mute 你的麦。我们要将 computer 填在 study room。然后我们看上面的第七句 ，I sleep and rest on my little bed， 床，所以床会在那里找到呢？睡房，对不对？在睡房可以找到床，所以你的这个 C 呢 ，bed 床要填在 bedroom。所以最后一个 piano 可以在哪里找到呢？你注意看你上面的第四句，除了有 TV， 还有 I play the piano， 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在这个 living room 呢找到 piano， 所以我们要将 piano 填在 living room。那么我们来看第三题，他问你 ，What are the roo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writer's house？ 在作者的家呢，可以找到什么？可以找到什么 rooms？ 所以我们看一开始我们就有说到了。I live in a bungalow. The house is big and spacious. There are 有多少个 bedrooms? 看你的那个 three 不是 three 是 four bedrooms. 还有 one bedroom. Living rooms, dining rooms, three bathrooms.还有就是 study rooms， 这些都是他没有说到的，所以我们都要把它填在第三题。除了 kitchen 它已经写给你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写了。所以我们需要加其他的 four bedrooms， two living rooms， a dining rooms。Three bathrooms， 还有一个 a study rooms， 都填在第三题。所以来注意看你们的第三题，如果是太小个，它的线太短呢，太小格呢，你们的字要稍微写小个一点。有 four bedrooms。
living rooms. 注意你的 rooms。如果是两个的，你的后面都要放 s 哦。dining room。Three bathrooms。还有就是study room。这些都是出现在 writer 的家，他有这一些房间，所以我们都需要将这些房间来填写下去。老师要下课了，老师要下课了。第三题都写好了吗？OK， 我等你。还没。所以在问我放学的那个人呢，他是最后一个才放学。我好热，学还没好。我好热，我快点呢，第三题，我。好凉，好凉。Writer used to bake cakes. 你觉得 writer 会用哪一个东西来烘蛋糕呢？ A B 还是 C？ 烘蛋糕。C 才对。D。早上你的麦请mute起来，你那边回音太大了，造成很乱。那么好了，来，现在来请坐旁边的给老师。要注意看 ，I find， 那么大个格就是指每一题的前面，你都要放 I find，I find。老师，旁边的我做完了。I find monkey， 你看它有 tigers， 有 shark， 有 camels， 有 polar bears， 所以你就要根据图片来填写这些动物，然后在哪里找到？你觉得 tigers 是会 in the polar region， in the ocean， 还是 in the jungle？还是 in the desert？
印的两个。嗯，所以你们就自己写来，现在这一个自己填给我。印的两个。但是你的前面全部都是需要写 I find。现在开始，等一下我就要和你们讨论了。 OK， 好了。什么好了，来，我们来一起来讨论来。还有谁还没好？我 ，OK， 我等你。因为我们来看第一题先。I find 什么东西？请问这第一题是什么动物呢？是 tiger, shark, camel 还是 polar bear？ 第一题，这个是老虎，老虎我们称为 tiger。 所以请问可以在哪里找到 tiger？ 一真，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 tiger？ 森林是叫什么？森林。第二题，来，招行。I find 什么来？这是什么动物？这是什么动物来的？不是几个。波拉德。
鲨鱼我们可以在海洋找到，不是海，它要的是海中的，那个我们称为海洋，是 ocean。I find sharks in the ocean.都写好了吗，大家？老师，我要写好了。妹妹，妹妹的，快点，老师，你们。我要写好了。妹妹，好了，好了。OK， 等你们，等你们。还没。套好了，套好了，好了 ，OK， 好了，好了，好了，还有谁还没逃？还没有好，就你们只能等你们。
一下了，词典，等下我再让你们看，我现在先看另外一面了。来，请看这一面、The Old House。来，现在开始做这一面。现在开始做这面。什么事情？老师，走两分钟，我就要讨论这面了，快点做哦。老师，快点讨论。我也想快点讨论啊。老师，快点讨论。还有谁还没做完？做完了。是三个我们。是哦，怎么会有三个围墙了？围墙啊，为什么有这样多个你的？我是有三个围墙。拜拜了，拜拜了，围墙只可以有一个你而已，其他的你要下线。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来看 A 的第一题是什么地方呢？来，直接告诉我答案。有那个热水器的，是什么地方？冲凉房。来看，自己写对吗？ Bathroom。有冰箱，有热水，还有那个煮水的，这个是哪里？这个我们称为厨房 ，kitchen。那么第三题呢？第三题有床的，这个我们称为睡房。Bedroom。第四题，注意看，有电视机的，这都是哪里？当我们在边看电视机，一边看电视机一边聊天的，一家人围在一起，这个是 living room， 我们称为客厅。那么第五呢，有没有看到桌子上有放满碗碟的，这个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吃的，这个是饭厅，饭厅我们称为 dining room。 这个就是如果家里是两层楼的，都会一定会有这个楼梯或者是阶梯，我们称为 stairs。 来检查你们的第一题到第六题。